大家好，那在这新冠肺炎的非常时期呢，叮嘱各位朋友们，如果没有事情，请你待在家里，不要往外跑啊。各位朋友甲兄弟，即马大家嘛着较注意。但政府有交代，即马是非常时期，新肺肺炎则实在少个哩。大大细细若无代志，踮啊厝内卖出去。分辣洗手消毒甲药剂，甲人见面嘛着保持距离，希望甲早下几好日子。再次希望每一位朋友们都是那么的平安健康，送给您小弟改编的非常时期。